间是白板可以用吗？有问题吗？待会白板可以用吗？可以。那这个可以擦掉吗？还是要先拍照？不要拍过了，舍不得擦，可以擦了。好吧，这么舍不得，我真的需要擦再擦。好，请进，好的。哎，我们要做都可以，这这边可以哦。先抢先。好。我想，因为有录影的关系，现在有录影，然后画面只有拍到这里，没有拍到各位这样子。然后那，但是有录影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准时开始，因为迟到了我们可以叫他后面再看录影。okay. 已经按了吗？对，有按了吗？对。好。那今天很高兴，就是跟大家分享Police 的操作。我本来有稍微做一些简报，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我不是很确定说，就是正问要拿 Police 做什么，所以做简报意义不大。所以我在想说，我能够做的就是说我把我之前操作过，算是四次半吧，不同的 Police 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包含说从一开始，怎么进去设定，然后怎么样做议题设定，然后怎么样把就是界面稍微引导一下，然后到实际这五案大概分成三类，的大家的反应跟就是在当中大家会有的感觉，跟大家做一些说明。然后我们 proceeding 中间就是欢迎随时打断我，不用举手怎么样，就大家就是闲聊这样子。然后那因为有录音的关系，所以其他的 team member 也可以就是事后再来看，那所以可能各位有的问题也是其他人会有的这样子。好，那我们就不多说，就切入正题。但是在此之前先自我介绍好了。我叫唐凤 AU， 然后就是最近都在 Nipolis， 所以就是一直拿它做各种案子这样子。那各位也简单介绍一下吧。好啊，我是关键评论网共同创办人跟总编辑谢海奇啊。那我叫马丽友。那我跟 Ken 是我们这次负责正问这边的关于内容的一些提案。对，可以跳过了吗？我是 Live House 大班，其实就是负责直播的部分。好，我们是那个 EvoOffice 代表冯玉，大家是视觉为主，负责视觉与 logo。OK，cool、okay,。我是 Dora， 就是在做广告，然后我会帮这个专案做的是 Facebook 的文件。嗯哼 ，OK。张志奇，我是图文不符，这个是谁？然后这个是陈翔，然后我们是就一起两个人一起开图文不符。好，那我这边。有录影，但是只有拍画面。然后有录影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准时开始，所以就是不管其他人到了没有，反正让他们回去看录影就好了。OK， 这样子好。那这次就是我叫唐凤，然后这次正问
里面我其实我还不确定我在做什么，除了取这个名字之外，然后但是主要就是之前有介绍 Polis 这套系统给大家认识，所以想说今天因为我不是很确定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怎么用 Polis， 或是各位在其实跟中文不一定有关的专案上面会打算怎么样 Polis， 所以我把就是我自己有参与操作的五次 Polis 的经验跟Polis 跟我们一直在讨论他们后续跟好比像说 New York Times 或者是其他媒体合作的时候，他们想象到可以怎么样去做，跟大家做一下分享这样子。好，那有看过 Polis 这个界面的人，可以举个手吗？好，大家都看过，哎，看看有没有看过。好，那我就非常非常快速介绍一下。就是 Polis 这个界面其实非常的简单，这个是高嘉良他发起的一个叫做随机杀人事件与死刑存废的 Polis， Polis 从各种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讨论版，但是呢跟我们一般可能习惯的 Discuss 或者 Reddit 不一样，就是别人的评论呢你一次只看到一则，然后这则呢通常是越清楚的把它变成是非题越好，所以这个的意思也就是为什么在之前的美案里面我们都是用就是主动第一人称单一 statement 开头，就是我认为怎样，我觉得怎样，我想听怎样，而不是说请问建议或什么，因为好比像说像请问这个如果是开放式的问题，像说这个请问这个总统政见是什么的话，你没有办法用 agree or disagree 来回答。那即使是单一问题，好比像说请问你是否是个支持死刑或什么之类的，那其实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个到底是在问发动这个 police 的人，就是说总统候选人或节目制作的人，还是问观众本身呢？所以后来我们归纳了一下，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一开始就讲说这些都是我认为的或我觉得的或我想听的，那在后面的有些 police 我们会甚至是要求写的人用我觉得开头，那但是至少这个一开始就会设定得很清楚，就是说这是一个独立的第一人称的意见，因为这样子别人才能够说我同意或者不同意这样子。好，那好比像说死刑的存在有可能推动想自杀的人去随机杀人，在场有人同意这个说法？好，说不定有，对不对？好，例如像假设我同意好了，然后我就按一下同意，那我如果按同意的话，我的位置会稍微往上移动一点，这个是我的头像，然后这边就是很煽情，这个虽然它是单一论点，但它放了很多很煽情的东西去支持它。那这个东西我们后来有几案有处理，但这案还没有，好，所以我们继续按 agree。好，总之就是随着你按，你就会发现说，哎，你在这群人中间的位置开始移动。如果移动到某个程度的话，你可能就会跑到另外一群人那边去。那这边的人群是什么呢？是说这些因为我还没有登入，所以就是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上面朋友的数量最多或者是被 follow 的次数最高的人会优先的列在这边。所以虽然像这边其实已经大概3000人左右参加了，但大家看到的可能预设是辨识度比较高的，但是如果当你用Facebook 或 Twitter 登录之后，它会优先显示你的朋友跟你 follow 的人这样子。然后刚才有讲就是说随时欢迎打断我问任何问题。好，那这些人是怎么样被排列的呢？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在 Amazon 或者是在KKBOX 或者在其他地方，当你听过足够多的音乐，买过足够多本书之后，它开始学习说，哎，你跟哪些人品味相近，然后所以说这个你也可能去买他们买过的书或听他们听过的音乐，是一个叫做就是机器学习的自动归类的方式。所以在自动归类方式里面呢，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代表他们之间的意见多么相似，如果两个人对于同样的问题都有完全同样的回答，那你就不会看到两个人他们会重叠到一个点上。那这个意思是说换票部队，哎，没关系，哎，还有对策会议就比较清楚，好，比较清楚。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说惯票不对，像在 Uber 案里面有相同意见的许多车队的司机，他们就会被归到同一个点上，而在画面上面就只有一个圈圆圈的那个 representation。所以这个界面的第一个设计就是说，它是鼓励 diversity， 就是鼓励看到大家光谱上面不同的意见，这是一个。那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越近代表他们的意见越相似，所
所以说，好比像说像这位，好了，我其实不知道这是谁，他的意见就是最极端的，因为他上面下面都没有人，然后右边所有人都跟他距离还蛮远的，所以这可能是最最偏激的。那反过来，在这边可能就比较没有太偏激的，因为即使你看到最顶端的这些人，他们旁边距离比较近的地方都还有人，所以也就表示，请说。那左右的一开始排法会是用什么？它有两个维度，就是上下跟左右可以用。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个人的意见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维度，所以这个在技术上叫 dimension reduction， 就是他试着去找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而且是互相 orthogonal， 就是互不相关的维度。然后呢，试着去把人 map 到这上面，然后其他边支持它的子维度。所以说，这个上下左右是不能设定的，它是完全看大家目前回答的状况。然后最 polarizing 就是最极化大家的两个向度会变成上下跟左右，而且这些不一定是单一问题，这些可能是就是几个问题加在一起加权的结果会变成上下跟左右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看到说，目前因为荧幕是左右分比较大，所以通常光谱最清楚的会是左右，上下是次维度。OK， 那在主维度里面通常会被分成好几个群组。那在死刑这边呢，因为是一个非常极化的问题，所以不出所料最后是两个群组。那左边的人的 unifying 就是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看法是，我认为死刑不是绝对的，但是现在的台湾不能废除死刑。那这个图表是这样看，就是2022人里面67%同意这个论点，但是在他们对面的这个群组过半反对这个论点，但是也有30%左右支持这个论点。可以这样可以看得懂吗？就是那个绿色代表同意，红色代表不同意，白色代表看到了但是没回答。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三值的选项，刚刚除了 agree disagree 之外还有一个 pass and sure。那 pass and sure 通常是碰到好比像说反过来，这个死刑不能解决随机杀人的问题，这边所有人都同意，就是右边的人所有都同意，而其实你看左边的人也大部分都同意，只有一小部分人反对等等拥抱主义之类。好，所以我们这边有非常多不同的论点，然后这边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论点。那系统会自动挑左边跟右边最不像的来当做第一个，也就是说这边最多人同意而这边最多人反对。那同样的右边也是挑最不像的，但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右边的大部分论点其实左边也不反对，左边只是多出了额外的一些论点这样子。那这个系统最后最有用的如果是在公共政策制定上面是所谓的 majority opinion， 就是多数意见或者说共识。这个系统是有中文化，但是 Safari 是英文的。Anyway， 那所以差不多这个的共识是，无论是否有死刑，随机杀人都可能发生，这两件事情可能根本没有关系。那这个其实我们看起来是常识，可是在当时就是随机杀人案发生后的2天或3天，那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常识。就是说，我们如果看 Facebook 的话，其实是洗版的，是把这两件事情弄在一起。那所以说，如果在当时就是像一般的抽样调查的方式直接去问人一些我们预先设定好的问题的话，其实会得出非常偏颇的见解。因为预先设定好的问题，我们不会像这个系统那么细的去把几百个问题跟几百个问题做一个就是线性串联，我们会直接问说，哎，你支不支持？然后如果不支持的话，好比方说1到5，那是因为你不相信国家吗？还是不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可是因为回答的人他如果觉得问卷里面没有任何一题可以代表自己的想法的话，一般的问卷设计里面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加题目的，而即使他自己能够 writing 题目，他的题目别人也看不到。但是整个 police 是建筑在说刚刚所看到的所有这些论点都是 user contribute， 都是使用者自己给出来的。所以大部分的人回答了，我们有做过平均大概到12题左右，如果看不到自己想要的论点就会开始有写的动力。也就是说一般的网络上面的留言板，你如果看了一堆不符合你自己论点的，通常的人做的是转台，因为后面留的基本上不太有可能被考虑到，不管是浮到上面还是被回应。那但是 police 刚好相反，他会挑比较新的比较没有人回应过的浮到上面来让别人回应。所以因为你如果回答了十几个问题，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说这种感觉。所以大部分人会觉得说，好，那我如果这十个里面没有看到我要想要的意见的话，他就会在这边写下他的意见，然后他一旦写下他的意见，新来的人马上就会看得到。
那因此这样子它就变成是一个自我纠正的一个方式。就如果一开始的我们通常放大概九个论点里面有没有照顾到的，很快就会变成第十个或第十一个论点。那在后面几案里面，我们就后来就发现说，能够形成共识的都不是我们一开始预想好的那些可能会形成共识的论点，大部分是他们的 refinement， 就是会有人说，你一开始写这个可能没有佐证，所以他会稍微改一下下，把它更往中间或者更往没有那么偏激的地方靠拢一点点，然后后面可能加上一句话去佐证它。哎，这样子的话，它的接受度会比我们一开始的 statement 要高很多。我们待会会看到实际的例子。好，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地位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左边的人并不是一味觉得应该保留死刑，他们可能是不相信这个。不相信目前没有什么这个实验或者是统计根据，他们会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相信司法，因为他可能把不该放的人就放出来了等等。那所以所有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就是说他后面有一些比较细的理由，那这些东西每一个单独的都可以挑出来变成素材，那这个在之后几案会看到。好，所以这是第一次使用在台湾使用 police。那为什么这边会一下子当时就有三千？其实这个是有分类的，很多人是有参与，但是因为他没有回答到足够多题，是因为他被 syndicate， 就是被苹果日报的线上版登，但是我今天有点连不上他。Anyway， 我们如果找最终肯死刑存废调查的话，就会找得到。对，那。所以当时其实还蛮多，比方说八卦版或者是其他地方帮忙转这一份东西。那当时 Police 当然还是比较旧的界面，那旧的界面跟新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新的手机上可以用，然后旧的手机上非常难用。所以就是大家当时大部分会去留言的都是就是从电脑上面去留言这样。好，那所以苹果日报处理的方式就是说，它使用 Police 的内嵌功能，直接把这个界面放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而且放了三次，也就是说希望看这则新闻的人按三个 yes or no。 OK， 也就是说因为 Police 在他内嵌的时候呢，他是可以说我挑这一块把它内嵌到网站上，或者是这一块，或者是底下这一块，或者是只有底下这一块，它是可以分开来拆的。所以说如果好比说你是苹果日报，而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值得作为一个新闻的注脚的话，那你可以先把这一块分别的嵌入两次，然后再把这一块跟底下的嵌入第三次，那它的界面就变成是你要回答三题才能够看到就是你的 position 这样子。那这也有一个好处，因为你回答三题之后归类就比较准，而不是一开始都在一个不着边际的位置这样子。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后台。我先挑一个比较简单的好了，就是 React 中文书体使用的。看一下。好，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非常小众的话题，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网络上面的一个技术讨论区，这个技术讨论区叫做 React.tw， 那它是讨论一个网页技术叫 React.js， Facebook 开发的一个技术。那它有一个蛮大的社群，社群一大呢，就有很多简体字的使用者翻墙过来参与讨论。那然后等到简体字的数量开始比英文的数量还要多的时候，这边的人就感受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因为感受到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版主呢就直接在置顶贴文上说，请这个尽可能的使用繁体字，因为大家会不舒服。然后呢，大家也知道说在 Facebook 上面置顶这种东西马上就会站起来嘛，然后 Facebook 又是一个很不适合讨论的平台，所以这个楼就盖了非常非常多，然后大家都不去讨论技术，都在讨论说这算不算言论管制啊、海关啊、禁运啊什么东西去了。对，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那刚好版主也是就是有参加我们 B 台湾的 LY， 所以他就发现说，哎，把人导流到这边的效果比我们待在 Facebook 好，因为很多人就开始说，好比方说我就不特别讲谁了，那个就说这个如果再继续讨论的话我就要退团了啊什么之类啊，就是说他会在 Facebook 上面，因为就是每一个人他的回应会造成底下的人的回应的累加的效应，
所以说一开始如果大家很理性，但是有一个人他有情绪，那别人就会比较倾向于回应那一个人的情绪，然后那个情绪会越来越大，然后到最后就会有人贴有猫咪的照片，那接下来就不用讨论了。对，那但是那是 Facebook 那个空间的限制，也可以说是它的特点，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 social media， 就是说它还是有一个冲突制造的特点在里面，那样可以吸引眼球，跟能够吸引眼球跟能够形成共识是完全两回事情。好，那所以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是还蛮平均的两组人，左边到最后他们 unified 是一个特别 mild， 就是说他个人看到简体中的时候会减低讨论意愿。那这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天气中文就是一种文化海关，我认为不应该出现这样的行为。但是双方到最后就是很能够 agree 一堆东西，这样子。那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比较像 guideline 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是直接拿这些 consensus 去，然后变成是说，我们理解说这个尊重跟包容是人跟相处的基本理念，还要互相尊重什么之类的。那这样的好处是说，大家都觉得自己的意见被充分表达了，然后也看到说，哎，其实我的朋友在两边都有，然后就吵不起来，这个原因非常的明显。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说是共识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用法。然后接下来是对于在后台我看一下，不是很确定后台发生什么事情。OK， 好，像 Airbnb 好了，那这是我们的后台，任何人都可以用一个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登入，然后在 Police 上面设定他自己想要问的问题，然后在他设定的时候呢，预设都是公开的，然后 Police 目前还没有就是所谓的 Private Police 的这种东西。然后，但是因为这个网址是非常难猜的，所以除非你自己贴出去，否则其实也没有人知道。那我们在 Police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呢，他会问你，你的 topic 跟你的 description。然后那description 呢是 markdown， 所以我假设大家都看得懂，所以就是说它里面可以有连结，然后可以有排版，然后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就是粗体啊，然后放一些东西上去这样子。然后这里面最重要的可能是 strict moderation， 我们有试过开跟不开，那个 dynamic 很不一样。 strict moderation 如果开了的话，所有人留的言不会立刻看到，而是版主就是在这边把它 approve 之后才会看到。好比方说我们刚刚看到在这边的 comments 我们就看到说，哎，有一个人留了言，那这个人留了言事实上是英文的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 accept 啊，或者是 reject 啊。那如果 strict moderation 开的话，除非我们 accept， 不然其他人就看不到。那如果不开的话，是说其他人马上就可以投票，然后直到我们 reject 它为止，这样子。那在Uber 的时候，我们是开了 strict moderation， 那个意见的品质非常之好。然后那但是代价就是说到后面的人会觉得是说，他们来留言怎么讲？一下子没有被看到，然后 participation 会变得比较弱，就是说愿意参与的人会比较弱。那 Airbnb 是我们想说反过来好了，就是让大家无论如何都能够开始一直玩。那如果有不妥的，我们再把它删掉。那这样子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来了200多则意见，然后非常的难以 consolidate， 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其实是单独来看都是有道理的，可是里面可能20个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那但是问题是说我为什么只 keep 一个而 reject 其他19个呢？没有道理啊，因为每个都用一个不太一样的方法来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只能是那我就全部都放过，因为我不知道 reject 哪一个。所以结果就是它的我们说审议品质并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Airbnb 案的时候，首先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远，因为每个人能够看到相同的题目的几率变小了，被冲刷到200个问题里面，那每个人大概只有那个 attention span 去做10题、20题、30题最多了，不可能去做200题。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虽然两个人同意某件事情，有可能他们同意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同义词，所以因此他们的意见就没有被归到一起，所以从图面上看起来马上可以看到人就比较分散。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共同意见的 quality 变得比较差，就是说，政府应该积极监管，然后个人十分赞成，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形成说像 Uber 那样里面有非常准确的，就是说你要满足哪些条件，我就同意你开放的那样子的一个共识出来。所以其实 Airbnb 在delivery 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评估是并不是很成功。那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就是当时是10月1号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结果。那但我们可以看到，在9月28号的时候 ，Airbnb 写信给所有台湾区的会员，请他们上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简单讲就是被洗版了。那 Polis 的一个好处是说，被洗版了，其实你看不出来，就是说你唯一能够看到就是那个意见数暴增，但除此之外，其实画面还是非常的和谐。所以说即使有人来洗版，即使有官票不对，即使怎么样，它并不影响这个画面的横平性。那但是如果我们当时有把 strict moderation 打开的话，虽然可能版主要多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后面就比较容易收敛。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解决的方法，就是因为 Polis 它有提供指定一个时间，然后汇出它当时的资料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洗版前的那个资料做了一个 snapshot， 然后去在就是行政院的咨询会议的时候说，我们理解到 Airbnb 动员了很多住过 Airbnb 的人来，那我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就是横平表示，那三群组我都挑一个，但是就是在他们来之前，那我们已经形成共识，我们也在这个会议上面表示，所以是一个并成的状况。那所以未来的话，如果要减低管理人力，我还是觉得说 strict moderation 一开始也许不用打开，但是一旦发现有比较多人涌入或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打开它能够得到的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好，那然后那这边每个问题他都要都要看过才会上去，不然的话就是说你的编辑要很勤劳，他比方说每个小时巡一次版，然后把这个小时里面觉得已经有重复的都去删除。可其实这个新政很困难，因为很多人是看了一个留言，觉得他没有把这件事讲清楚，所以留一个比更清楚的版本。那这个时候你到底是要reject本来的还是新的呢？那通常如果你 stream moderation 开的话，这个 iteration 对于每个论点可能只会有2-3次，然后它就会收敛到一个最能够说服大家的论点去。那在如果 stream moderation 没有开的话，那就会变成是说有100个人看到这个论点，里面有20个人各自提出了他们的见解。那这个时候你又不能够把这20个人去做取舍，因为里面可能有些会演化成更好的状况。可等它演化到第三代的时候，也就是200个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无从去判断了。说哪一个看起来是比较有指望？会有通知，就比如说 email 通知版主。有，当然，就是每一篇需要审的都会寄到版主的信箱去。对，例如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就很疯狂。对，所以也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直播的时候我们完全就不要 moderate， 就是说因为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是2阶段嘛，一个阶段是说我们 announce 说我们下个礼拜或下下个礼拜要讨论什么问题，那。你如果对这些问题有想要补充的，就是说 Polis 的那个，你们有先放问题出来，这样对，就是我想听的这个用法，待会儿会讲。那这个是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知道说接下来，好比像说柯P要对医疗提出他的想法，那这里面前2个礼拜的操作，也许就可以是我想听柯P讲，好比像说长照或者是讲。其实我也不是确定他懂不懂长照了，讲这个四大皆空或讲什么别的东西。那这里至少它可以有一个群聚的效果，就是说，我们可以 promise 说，好比方说高过，像在 V 台湾，我们是说高过80%的会提到 agenda 来讨论，就是我们的议程是重包的。那这个重包的 threshold 是80%，因为灌票部队很难灌到80%，所以基本上一定要是有一定程度的互相统一。那当然你也可以反过来说，我只取最高的3题或5题，然后或3组或5组，然后请就是柯P对这3组或5组的主议题做他自己的陈述。那这个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那像我现在就是有人邀我去演讲的时候，我就是直接丢给他们一个 Polis， 这是上次成大的，那接下来台中大学也是会有同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那在他们的网页上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演讲，然后讲题将由听众决定，然后请按这边决定讲者要讲什么，
这样子。然后那在他们这边的做法就是说，我会先放一样是九题 seed question， 那 seed comments 就是我想要先确定说这些人是哪些人，好比说有些人只想要线上听，有些人时常是会出现，然后之类的。那当然接下来就会开始有很多人给出不同的想法。那到最后我实际的讲题真的就是从第一二三群组里面把所有的就是高过80%都拿出来，然后那个就变成我演讲的 agenda 这样子。所以这个用法就跟我刚刚讲说就是我想听隔壁讲什么有一点像。好，那刚刚有提到 seed comments， 这是 Polis 的另外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你一开始设定好之后，你可以先放一些就是每次一个的我觉得或我想听或什么上去。那这个就是版主他带风向的方法，因为大部分的人是看了十题左右，而且这个 variation 很低，但大概都是看到8到10题才开始写自己的，所以你一开始给他看的那9题就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会顺着那9题的写法来写自己 的意见。那所以我们的做法好比像说在 Uber 跟 Airbnb 两岸，我们都是先给他们看一些资料，然后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我们就是3题是来界定参与者，3题来界定我们想要收集的主题的方向，以及3题是我们预先知道说我们的讲者能够回应的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放上去。那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理论上 Polis 我们从外面看起来只是中间这个，但是先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感兴趣哪些人参与，以及我们本来可以如何回应，会很 subtle 的去影响说大家只会提出觉得可能会被回应的东西，而不是天马行空的什么东西都要他谈这样子。所以举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的前3题，那这个事实上 Polis 在给的时候会用乱数顺序，实际上是以最没有被回答的先给的那样的顺序，所以不一定是这个顺序。但我们在设定的时候是先设定我有用过 Uber 轿车，我有小型车驾照，跟我有职业驾照，那这样马上就把 Uber X 的司机、计程车司机跟 Uber 的用户去区分开来了。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就是写说大家可能会给我们的意见的范例3个，那到最后这3个只有第3个进入比较像是共识的样子，这2个前面这2个都被 refine， 就是说都被写得更清楚，那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反正就是种子嘛。然后接下来是我们已经知道交通部跟 Uber 跟台湾大车队已经准备好回应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也可以先放上去，因为一部分也是因为有点像是一部分像是测风向，像是交通部很想要知道大家到底觉不觉得一直发展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即使它没有浮现到前台变成共识，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单独的问题，大家怎么样去做。